k TV KPM。电视机前的老师、家还有亲爱的学生们，大家下午好，欢迎收看 Success s b m 二零二一，我是你今天的主持人 m y r o n a t a s h a 那平时呢，我们是在早上的运动节目一起做运动，对吗？可是今天有点不一样，我不是要跟大家一起做运动，反而今天我们要上华文课。 可是呢，在我们上课之前呢，我想提醒一下大家，疫情还没有结束，所以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，就不要出门，好好留在家里。可是万一说，哎呀，一定要出门怎么办？就希望大家有遵守严格的 SOP，首先一定要把口罩戴好，消毒双手，还有呢，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，至少一米。那今天呢，要上华文课的我们是为什么要上华课？会在哪这？什么的？我在现在我在哪这？ 一个铅笔盒，想知道为什么主持人在拿着铅笔盒？想知道我们今天会来到节目现场是哪一位老师吗？我们先看看老师的简介。 那我们节目现场是来自 s k o l a mendengar jenis kebangsaan c i n Klang Selangor 的 Puan b e s h u k u n Ketua p a n i t a k u s u s Taanchina。老师你好。班长你好。老师，其实呢，我昨天是睡不着，啊，因为很很开心，很迫不及待想跟老师学习啊，因为我本身已经十多年没有上华文课了。所以老师，你可以跟我们分享，为什么我手上拿着这两个铅笔盒吗？老师，嘿，是的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个小木盒。 妈妈有看过这个小木盒吗？我有看过，我知道是铅笔，可是我没有用过。没有用过哈，嗯、是的，因为你们现在年轻人现在呢是物质丰盛的时代，对，不会用这个小木盒。只会用这个，<laughs> 这个应该也是小时候用过的，对，小学而已。嗯，好的，好，这个小木盒啊是一个铅笔盒，啊，其实我们小的时候，我小的时候用过，哎，那个时候呢，我的父亲还给我亲自做了一个。 嘿，hey, 那个时候在让我父亲做的时候呢，是用实心的木板，那么拿在手里可沉了，甩在地上也不容易坏。对呀、啊，好得<那>很硬、哦、这一个不行，<laughs> 这个是我买的，嗯、呃，是用三合板，薄得很。那今天特地给大家带来两个铅笔盒，嗯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小木盒就是我们今天小说里头《哦，香雪》，香雪。 它原本用的那个铅笔盒应该就是类似这样的，嗯、好而另一个，给、okay?，好，这一个呢是塑料泡沫铅笔盒，对吧？对，啊，这一个呢是香雪梦寐以求的宝盒。哦，原来如此，<对>原来是对我们的小说是有关系的。是的。那我知道今天在节目现场，不单只有我和老师，我们还有六位学生来这。 s 校，听啊，是中华课长的学生。Hello，大家好，看到吗？OK，来，我们先点名好吗？然后大家就自我介绍。我们第一位，我们有万永俊，是哪一位啊？啊，主持人好，老师好，我是学了，我是,我是,我是加上。加上加上 的嗯、哦，有点不清楚，可以重，我们重新来过可以吗？永金，在对一次因为先没有这么清楚，来我们再再来过。啊，万、呃、永金再一次吗？再一次啊，是 OK。主持人好，嗯、老师好，我是雪兰和周发生中华华中的学生，我是万永金。 永远的永加上言字旁，晶莹、嗯、剔透的晶。父母为我取这个名字的期望是我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，虽然渺小，却努力让自己发光，变得亮晶晶。哇，嗯、原来是这么特别的，对吧？对呀、嗯啊嗯，是的。来第二位，我们有 j a n o 主持人好，老师好。 我也是，把、啊、全俄八升中华华中的学生，我叫刘杰莹，杰生之浩的杰，盈满的盈，英文名叫 j en, 把 j 念快点，杰莹的莹，好听。来，接下来我们有贴佳慧。主持人好，老师好，我和以上同学一样，是全俄八升中华华中的学生，我是郑佳慧，郑重的郑，嘉宾的嘉，智慧的慧，因此我鬼点子特别多。 哇，老师，你的学生都很棒哦，棒啊、他们的名字。当、嗯、那,那我想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，有什么呃意思哦、啊？嗯，是名字是有意义的。对，来，接下来我们有挑申羊。我是、嗯嗯嗯、我是选了呃、啊、八生中华华中的学生，名叫张胜阳，善良的胜，阳光的阳，希望能以自身的潜能之力，为世界带来新的朝气。谢谢。 啊，好，希望就是这样哦。来，接下来我们有陈婉明。主持人好，老师好，我也是来自全恩州八胜中华华中的学生，我是曾婉明，姓氏曾，婉字宛如的婉，加上王字旁，美玉的意思。父母希望我遇见的事情都是美好的。哇，我们也希望都是美好的。好，<的>最后一位，我们有安一炫。 主持人好，老师好，我是来自玄俄发生中华华中学生，我是洪逸轩，带有金字的逸，有车有活干的轩，他人也常常把我的轩字读为神仙的仙，因为平时的我比较佛系，被同学们调侃我像神仙一般逍遥自在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六位学生，那老师，呃，想邀请老师来到这里，我们先消毒，我们先<好>啊，好的，老师请，嗯嗯，因为。 啊，因为我们的疫情啊还没有结束啊，老师对吗？是的，啊、大家都真的需要特别小心，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对,对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我相信老师还有很多东西要跟我们分享。我们广告后马上回来。 而且我们已经认识了我们的马老师，也认识我们的六位学生。那马老师跟我们说，今天我们要学的小说是《欧香学，<的>对吗，老师？是的。所以我想问问学生们了，你们对这本小说有什么看法？有什么感想吗？有谁要回答？来举手，举手，谁要回答？谁？好，来。读完《欧香雪》后的我，更加的清楚了，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所执着的事物。凤娇喜欢乘务员北京话。 自愿的对他好，自己并不在乎对方是否喜欢自己。香雪是一个胆小的女孩，当她知道拥有自动铅笔盒就可以得到认可和改变，她勇敢地迈入火车，只是希望可以换到自动铅笔盒，并且摆脱别人的鄙视。我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所追求的权利和自由，我们不应该因为对方的身份、地位等等，认为对方是不应该有这种想法的。 对，说的好谢谢。来，下一位有谁要回答？多一个人来，谁？啊啊来，一个一个来，我们先阿金洛先吧。主持人好，在我在阅读完《偶像》学后，我发觉到，在这个发达的世界里，还是有一些落后的地区。就比如小说中的台儿沟，那里的人们纯真，但也不失大胆勇敢，也有想法，有梦想。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香雪，原本是个胆小的女孩。 但为了追求梦想而变成大胆勇敢了起来，这给了我很大的启示。我的生活条件并不差，我觉得我更应该勇于追求自己的理想。此外，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感谢 DZTV KPM 特别安排的这个节目，让疫情之下不能回校上课的考生受惠。谢谢。对啊，也希望啊，观众朋友也是会勇敢的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对吗？老师，来，还有一个人，谁要回答？看在哪一位？好，来。 请，嗯，呃，听不到，<的>可以，呃，不好意思，可以重新来过吗？听不到，扬声再读一次。嗯，网络有一些问题。嗯、我,我有，有点卡住了，老师，对不对？嗯，听不到，重新来过啊、哦，应该听不到。嗯，嗯，有吗？网络有点不。你你开了麦克风吗？ 嗯、好，不用紧，呃，我们待会我们再问你多一次，因为我你的麦克风听不到。然后，就我们就听了三位学生的，呃，两位学生的对于这个小说的看法。那我就把时间交给老师好了。哎，谢谢我的主持人 m 拉。嗯嗯、好，来，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部是小说《偶像选》。 妈妈应该没有看对吧？对吧？我昨还有读、啊、老师，有做、欸哦、非常好，谢谢。嗯好。那在我还没有开始讲故事之前，来，我们先让同学们清楚知道我们今天的学习重点：一，通过语言、心理、环境描写分析人物，尤其是香雪的形象；二，通过对打山。 火车及铅笔盒的象征意义的理解，来品味小说主题思想。三、分析考题。哎，我们先认识一下作者。嗯、好，那么这一部《偶像学》，作者是铁凝。铁凝，一九五七年九月出生于中国北京，祖籍河北赵县。作者作品曾多次获奖。 包括鲁迅文学奖在内的国家级文学奖，代表作品有《玫瑰门》《无雨之城》《大玉泥、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等》等，其中短篇小说《藕、哦、香雪》和《六月的话题》分别荣获一九八二年与一九八四年。以 中国优秀短篇小说，哇，很厉害哦！啊，当然，呵呵名作家。对，铁凝呢，他注重写人物的内心世界，他的笔法细腻纯真。好，哦，香雪小说故事背景。好，那同学们都读过这部小说，对这个小说的故事背景应该有所了解了。 好，我们就请一位同学就这三个方面——时间、地点和社会环境——来谈一谈这个《哦香雪》小说的故事背景。好，来，请问我线上的同学，哪一位要来说一说呢？来，请举手，哪一位呢？好，来，金，是金好，在这部小说里的时间，作者设定在八十年代，小说在一个名叫台儿沟的小山村里展开。 这是掩藏在大山里一个宁静与外界隔离的小村庄，封闭落后，村里只有十几户人家，他们代代过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、一成不变的贫困生活。是的，哎，时间、地点、社会环境，同学们清楚了。好，是这个故事呢，就是以小山村台儿沟为背景，是一些每天只停留一分钟的这火车啊。 给这个宁静的山村带来什么样的波澜？细细描写了以香雪为代表的一群山村姑娘们对山外世界的好求、渴望，以及对这个知识的追求。 那其实昨天呢，我读的时候我就很好，就很好奇，为什么为了一分钟要打扮得这么辛苦，要打扮得这么漂亮，就是为了一分钟？其实是为什么，老师？是为了什么呢？嗯，注意听了。哇，这边大也会,会讲、哦。好,好，OK，好来，那下来我们就听故事了。嗯、那我们来看这个小说的诶内容情节。好，那相信我的同学们都应该读过了，因要面对考试了，肯定是滚瓜烂熟的。 好，那我就请其中一位同学来跟我们说一说，哎，就先说这个引起和开端的部分。哎，哪一位学生可以来先说一下呢？嗯<桥>，来，说故事来。好，很好，四娘。好的，麦克风可以了。对，小说从一列开进台儿沟的火车说起。在火车还没有进来之前，台儿沟的人历来是吃过晚饭。那里的人们生活贫穷落后，封闭保守。 但是火车开进山里后，这村庄以往的宁静就被扰乱了。姑娘们吃完晚饭后就开始梳妆打扮，然后就跑到村口里去看只停留一分钟的火车。这一分钟也是村里姑娘们的欢乐时光。他们用土产与火车乘客做买卖，换一些村里没有的私人生活用品或化妆品等。他们对外界的一切都充满着好奇。是的，嘿，好。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去看这个火车。诶，在这个台儿沟里头从来没有出现过，所以这个火车呢，就肯定是一样新奇的东西了，对吧？好，所以呃，同学们要注意这个引起和开端的部分，我们要注意什么呢？注意这个火车还没有开进来台儿沟之前，和开进了台儿沟之后，给台儿沟的村民们带来什么影响？ 嗯、啊，他们有了些什么变化？嗯，好，好，我再请一位同学跟我们说接下去的故事发展。哪一位呢？老师，我可以来说。很好，来。姑娘们当中有一个名叫香雪的，她在学校被同学们盘问、嘲笑，而意识到自己的小木盒是落后、贫困的象征，所以她极其渴望拥有自动铅笔盒。她决定用四十个鸡蛋。 去跟火车上的乘客换自动铅笔盒，但那个乘客就执意要送给他。嗯，但是他不贪求，不愿意白拿别人的东西，就硬把整篮的鸡蛋塞在他的座位下，然后就迅速离开了。是的，他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对，就但是在这个时候，火车就开动了。嗯，香雪就被火车载到了离台二沟外三十里外的西山口。哦、他就下了火车。 一心一意想要快点走回家，第二天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让同学们看到他的自动铅笔盒。一路上，香雪时而害怕，时而因得到了自动铅笔盒而开心，时而又忧虑被母亲责骂。嗯，最后，对香雪看到了前来寻找自己的伙伴们，心里才涌起一阵从未有过的骄傲。是的，哎，好。 那么这个故事大意呢就是这样哈。那么香雪深夜归来这一个部分，同学们要注意了。哎，香雪深夜归来，让我们看到什么？让我们看到原本胆小的这香雪如何的勇敢的冲破种种的障碍，迎向进步的文明的世界。好，好。其实这一部小说里头的人物不多，诶。 那主要呢，就是围绕在台儿沟姑娘的身上说事。好，这些姑娘呢，有典型的形象，有共同的品质：淳朴、直率、爽朗、善良、真诚。其中就以凤娇和香雪为代表人物。好，我们来先看看凤娇，作者笔下的凤娇是一个怎么样的形象？ 哪位同学可以来跟老师说一下呢？老师，我来说，很好。来，小黑，凤娇她爽朗、直率、大胆，敢与北京话说话。她泼辣，文中这样写道：“哟，我的妈呀，你踩着我的脚啦！凤娇一声尖叫，我撕了你的嘴。凤娇骂着：“哟，我们小，你就老了吗？”大胆的凤娇回敬了一句。 哎，是的，这种词音不讳的，就<的>我读我就哇，他很泼，对，很泼辣，对不对？他性格是那样的、哦。老师、哦，他是很鲜明的形象。嗯、哦，除了这两个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，同学？老师是<的>凤娇，凤娇她也多情多才<情>。火车乘务员北京话，他老是寻找熟悉的第三节车厢，想办法与北京话搭话。当其他姑娘们取笑凤娇，故意讥笑北京话时，他。 总是替他抱不平，而北京话做买卖总磨蹭到火车快开时，才把整篮的鸡蛋塞给他，不让他有付钱的机会。从凤娇以上的行为动作可以看出她的多情，对，看出了吗？是吧？嗯、啊，确实是一个多情的姑娘哈。诶、哎，那其实这除了这几个之外呢，诶、哎，凤娇呢，她也是一个豁达的姑娘。为什么说豁达呢？因为她没有因为同伴的那个逗笑而放弃一片。 真诚的心，就是对这个北京话了真诚的心。哎，好，再来，他没有为自己付出而要求同等的这个回报。那凤娇她关注的是什么？关注火车上的发夹、金圈圈、手表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一些让我们看到什么呢？我们看到的就是他追求诶、哎，这个物质，诶，追求现代文明的物质。好，其实这个也正就是正是。 台儿沟姑娘们想要摆脱贫穷的心理。嗯，凤娇喜欢北京话 o、okay? 好，她渴望拥有一份真诚的爱情。这个不就是一般青春少女对爱情的想吗？对,啊、<laughs> 对对对，是吧？对、哎。好，那下来我们来看看作者主要的灵魂人物。诶，小说里头主要的灵魂人物，作者着力塑造的这一个。 人物香雪，好，同学们，谁可以来告诉我一下香雪给你留下什么形象？老师我来说。好，来，这个是一轩。文静腼腆。当众多姑娘七嘴八舌问北京话问题的时候，香雪总是跟在后头，问话时候也特别的小声。嗯，香雪她纯真又善良，可以从以下两个情节看出：一，她总是那么的信任别人，纯洁的似乎不知道世上所有的丑恶。 让人看了心中升起一种美好的感情，旅客们也因此爱买他的货。嗯，另外一个点是在凤娇被逗弄的时候，香雪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帮腔而感到歉疚。嗯，是的哈，这两个，诶，呃，这两个这个情节让我们看到这个香雪的纯真善良。其实还有吗？还有，诶，这个香雪啊，她想吃芝麻糖，不过她没钱买。 那么凤娇就教她说：“哎，你去拿一件旧的衣裳去换这个芝麻汤，然后骗妈妈说这旧这个衣裳呢被河水冲走了。”哎，不过善良纯真的香雪呢没有那么做，哎，她不忍心骗娘。其实我们看到了两个好朋友，<在>可是那个性格都是很有差别，是是的，根本都是不一样的对的啊，这原本人就是这样嘛。嗯、对啊。OK，好，再来另外一个情节。 哎，hey, 好，我们看到这个香雪，她不就是被同学嘲弄吗？哎、hey,，还嘲笑她，由始至终香雪没有顶嘴，没有恶言相对，还、hey, 好她只是默默承受。我们看到她纯真善良。再来就是香雪跑到这个呃台儿啊，在这个西山口哦，离开台儿沟三十里的西山口。 Oh, 那个时候，原本火车乘务员北京话想要帮助他，他告诉他他的爱人在西山口有个亲戚，好，所以让可以让香雪呢去来借住一晚。可是香雪因为知道凤娇他的好朋友啊，他的凤娇喜欢这个北京话，所以他当他听到这个北京话有爱人的时候，他觉得委屈，他替凤娇。 觉得委屈，所以我们就看到了香雪的纯真善良。好，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吗？孩子，同学们也是知道。还有。好，来说一下。嗯，香雪她有志气，她希望台儿沟摆脱贫穷落后，变得富足进步。火车能在那里停久一点，台儿沟的姑娘们不再央求别人。她想上大学，这可以看出她是个有志气、有理想的人。同时，她也自尊自爱。 同学们向他炫耀塑料泡沫自动铅笔盒的时候，让香雪意识到贫穷落后并不光彩。于是他渴望拥有自动铅笔盒，以维护自己以及台儿沟村民们的尊严。他也为人正直，他用四十个鸡蛋跟人家换铅笔盒，虽然人家愿意赠送给他，但他执意将那一篮鸡蛋留下，不白拿别人的东西。另外，香雪读不是火车，离家三十里外。 露夜摸黑回家，也让到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坚毅与勇敢。是的，谢谢我们的这个盛阳。好，孩子们记住哦，对不起啊，记住了。所以这个香雪哈，哎，刚才我们讲到这么多个形象，不要忘记这些形象真正就是他的美的。嗯，好啊，所以同学们记住了，还记得哪几个吗？OK。 刚才我们有提到纯真善良、有志气、自尊自爱、正直有骨气、坚毅勇敢，对吧？好，这一些都是美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看到两个好朋友一起成长，住在一样的地方，却有根本都不不一样的呃性格啊，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。对的对，好，那我相信老师还有很多东西要跟我们分享，还有很多秘诀要跟我们分享的。那我们广告后马上回来。 好，谢谢。 KPM，欢迎回来，Success s b m 二零二一。那之前呢，我们有问过学生们对这个小说有什么看法。然后我们的呃盛娘呢，她刚才信不大好，所以你可以重新来过讲过你对这个小说有什么看法？可以。好。哦，他的信。善良。台儿沟的姑娘们互相友爱，不受外界的尘销污染。 如今的社会，处处都存有勾心斗角的戏码。希望大家在追求名利的同时，尚能秉持善心与羞耻心，不典当尊严。同时，小说里的香水不甘于现状，是要使台儿沟迈向进步文明的精神，让我看到了他为维护尊严和追求梦想而奋斗的炙热之心，令人动容。好，谢谢盛阳。<對>那老师，你可以继续了。好，谢谢。好嘞，下来我们就看，欸 从这个心理和环境描写呢，探讨人物形象。嗯嗯，还刚才我们讲到香雪呢，被火车载走到三十里外的这个啊呃西山口哈、啊，被迫下火车，然后呢，她必须走路回家，嗯、那是晚上哦。然后又一个人哦。对，<是>一个小女生，她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台儿沟。嘿，好，所以同学们注意。 在他走路回家的这一段路，香雪心里呢，哎，起了许多的这个变化啊，他的心路历程，同学们有必要把它记起来哦。好，那我可不可以请我的学生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一个香雪啊，在这一个时候，他到底心里，哎，他的那一段呃路，他心里是怎么样的呢？来，先举手，哪一位呢？哎，哪一位同学可以来？<Hi. S 1> 好。 香雪开始很害怕，陌生的环境、漆黑寂静的大山、小树林发出的淅淅的声音、漫长的山路使她感到寒冷、害怕。是，月光下，她看着手中的铅笔盒，心里感觉踏实、满意。她渴望第二天同学们的盘问。这个时候的她不再害怕，她希望村里的姑娘不再央求别人，不再让人看轻。城里的小伙子求上门来。 外面的人爱来这里，认识这里。走着走着，他开始烦恼、犹豫。他烦恼着怎应该怎么向母亲交代四十个鸡蛋的去向。后来，他决定告诉母亲这是个宝盒，拥有它就能上大学、坐火车到处跑，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。心意定之后，他的心里充满欢乐。但这铅笔盒给他的信心、力量和对和未来的美好期盼。 他依然穿过黑暗的隧道，回到台儿沟。他留下了欢乐，满足了泪水。对自己身为大圣的女儿，他充满骄傲和自信。嗯，是的，诶、欸，谢谢。呃，这个永金，好，是的，同学们注意这个部分。他从怕到不怕，诶、欸，当然中间他就犹豫不决了。后来心意已定之后，他是怎么样的，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姿态呢？回到台儿沟，面对他的同学。 诶，okay, 好，所以从这个部分呢，我们看到呢，相选，诶，他跨越了由自卑封闭落后到自信开放进步的巨大心理障碍，而这一个正是作者他要张扬的坚毅自强是一个特质。所以，同学们。 记住了，对，一个铅笔盒可以改到这么多东西，可以弄到它更有自信、开放。是的，是的，哈、嗯，因为它不会再被别人看清，对对对，对对对是吗？嗯，好，所以你告诉我，这个像这个铅笔盒是不是有特别的意思？很有特别意思<吗>，对，呃，是的，小说里头，大山火车和铅笔这个铅笔盒都有它的象征意义。哎，麦麦拉要不要来讲一下？ 在讲什么 <laughs>？OK，你看到了这个小说里头，刚才我们听同学们都在这么说，那你有听呃能够理解到这个铅笔盒是有些什么特别意义吗？对我来讲啊、哦，铅笔盒是代表一个希望啊，老师，我觉得他觉得你有了这个铅笔盒，然后你会改到你的生活，你会呃变成更优秀的一位人，是这样吗？老师，是不是希望？啊 好，希望<吗>，嘿，好，啊，对，我们再请，我们请一位同学来，呃，说一说，嗨，哪位请举手？晚明来，啊，晚明，举手，好的，晚明可以吗？啊，晚明来说一下，嗯，好，这个先从大三开始<山>啊，啊，大三将台儿沟与外界隔离了，象征着封闭、落后和贫穷，嗯、对而火车带来了山外世界的文明，象征着开放、现代文明、进步与美好。 是而铅笔盒有分为两种，一个是木质铅笔盒，象征着落后贫穷；另一个是自动潜质，简直是现代文明与美好的明天。嗨，是的，谢谢文明，嗯、是哎，Hi, 所以同学们，诶、okay,，在读完小说之后，请你一定要记住这三个意象，你到底他要传达的是什么意思？好，下来。 我们就进入这个主题思想。刚才的这三个东西的象征意义，跟我们的主题思想有关系的吗？啊，我们先看一下主题思想。有哪位同学还记得这一篇小说的主题思想呢？老师，我记得。嘿，hey, 很好，圣阳。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可分为四点来说。嗯、mm hmm. 第一。 反映摆脱封闭、愚昧和落后，走向开放、文明与进步的过程中的痛苦与喜悦；二，反映人们向往文明进步、迫切要求摆脱贫穷落后的心理；三，反映追求文明与知识的渴望；最后，赞美了自尊自爱的纯美心灵。是的哈，嗯、这就是给这部小说里头的四个主要的主题思想。好，下来。 老师就做一个小小的呃一个小总结哈，针对这一篇小说，那我们看到呢，作者铁凝极力的在这一分钟里头开掘，写乡雪这一群乡村姑娘的心理活动。小说表达了姑娘们对山外文明的向往，反映她们迫切想要摆脱落后。 贫穷的心理，再来表现了山村姑娘们自尊自爱和纯美的心灵。嗯，下来，嘿、hey,，我们进入第三个学习重点，分析考题。同学们注意听啦。好，请看这六题。哎，第一题，凤娇和香雪如何从火车上获得他们感兴趣的东西？他们。 对这些东西感兴趣，反映出他们的内心有何追求？告诉我这一题问的是什么？有哪位同学可以说一下？主题思想还、hey, 是的，看到什么？重点是什么？他的内心什么追求？所以这个跟什么有关系？主题思想好，所以同学们记住，主题思想，呃，这个呃，我们的这个小说的内容情节，OK，呃，再来就是这个呃。 这一个什么象征意义？好，这一些，还有好一个就是人物形象，这一些都是考试的这个知识点，都是考点重点，所以注意哦，就平时考试就会问啊这四点，所以这四点就是最最最重要的。不能说他一定是问这四点啊，嗯、我不知道那个考题会怎么出。不过呢，我们在读小说的时候呢，这几个点我们都必须要特别注意的。嗯。 好，所以刚才四娘讲的好，第一题问的是主题思想。好，所以同学们再看第二题，《藕香雪》主要写小村庄村民们在文化冲击下，生活和思想上的变化，是说明诗。问什么？同学们？主题思想。主题思想。对，思想上的变化。问，虽然还有问这个生活和思想，不过他还是在问主题思想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。 第三题，《偶像雪》的姑娘具有多种美德，是以香雪为例说明之。啊、哦，这一题很明显，为什么呀？人物形象。形象非常好。第四题是分析火车和铅笔盒在《偶像雪》中的象征意义。象征意义跟什么比较有关系呢？哪一位？ 主题思想，主题思想，再来简述相学获取自动铅笔盒的原因和经过，并说明这一个情这些情节啊表现了他哪些形象。所以同学们看好这一边，他问形象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他要你说什么情节，哪个情节表现出他的这一个哎形象？所以必须是形象再加这一个情节，这两个要配答，在一起来回答。 好，再来。哦，香雪蕴蕴藏着人性的善良和纯真，是以香雪为例说明之。这一题跟哪一题相似呢？第三题对吧？同样是问什么人物形象,形象啊？所以，我我们只要这样子一分析，同学们捉紧了，那我就比较容易回答问题了。好，那刚才同学们有讲到说，第一和第四题，哎，一二四这三题呀、啊，都问什么？ 都是问这个主题思想，对吧？那请问，我把这四个主题思想全部给写进去我的这个答案里头，可以了吗？算是完整回答问题了吗？当然不是。 哎，当然不是哈，不要以为我、哎、简单的把这四个主题思想全部写下去，<laughs> 那我就是回答问题了。写越多也没有关系，是吧不行哦，不行哦，嘿，我们需要针对那个考题，嗯、它的考点是什么<对>来做解答啊。好，下来我们一题一题看，先看这一题，宋江和香雪如何从火车上获得他们感兴趣的东西。 他们对这些东西感兴趣，反映出他们的内心有何追求？同学们，关键字是什么？这边有两个人，一是凤娇，一个是香雪，对吧？然后，感兴趣的东西如何如何是什么呢？方法哦，他的方法呢？他们感兴趣的事情，反映出他内心的追求。嘿，好，所以我们先看哈，这个凤娇和香雪怎么样得到他们的东西？方法一样吗？ 一样是不是？一样的话呢，我可以就两个一起讲。OK，我就先说他如何获的，之后再讲感兴趣和内心的追求。那一样的，我们先说怎么样呢？哎，他们都是在晚饭之后，来吃饱之后，对不对？赶紧梳妆打扮，等着那个一分钟，然后跑去看火车。虽然只有一分钟都可以。对，他们就拿家里的土产。 哎，有吗？鸡蛋啊，拿家里的土产去跟火车上的乘客呢做买卖，哎、嗯，换来他们喜欢的东西。OK，那下来的话呢，可、okay, 以香雪和凤娇两个人追求的东西不同，这一个我要分开来说，孩子不可以混为一谈，一定要把它分开来说哈。有没有哪一位同学可以来说一下？来，先举手。老师。好，佳慧，我来试试作答。好，来。 孟郊他喜欢发夹、手表、金圈圈等现代文明的物质与东西，它反映了他上网文明进步，也看出他迫切要求摆脱贫穷落后的心理。孟郊喜欢火车乘务员北京话，而他做买卖总是磨蹭到火车快开时才把整篮的鸡蛋塞给他，不让他有付钱的机会，也没有为自己的付出要求等价的回报，他追求的是一份真诚的爱情。 而香雪呢，他对书包、铅笔盒特别感兴趣。同学们嘲笑他的木质铅笔盒，为了换取铅自动铅笔盒，为了维护尊严，原本胆小的他勇敢的踏上火车，用了四十个鸡蛋，一个一个米大学生交换，还因此来不及下火车，被载到三十公里外的西山口，被迫独自一人走夜路回家，反映了她内心渴望追求知识、上大学、 望海儿沟的贫穷，是的，哎，佳慧是，哎，答案完整啊，可以好，所以是的，孩子们注意了，他当他问这个凤娇和香雪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，一定要分开回答。嗯，好，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佳慧，我相信还有很多东西要说，老师还有很多东西要分享，可是我们先休息，给老师喝一口水，我们广告后马上回来，好。 KPM，Dede TV，KPM，欢迎回来，Success s b m 二零二一。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因一本小说叫《欧香雪》。那广告之前呢，老师也跟我们分享几个呃考题。那今天呢，因为 时间不多，只有一个小时，所以我长话短说，把时间交给老师。好，谢谢 Myra。好，那同学们，刚才我们提到这一题，对不对？哎，香雪和这个凤娇，她如何得到那个？那感兴趣这些，反映出她内心什么追求？那么刚才我们同学呢，已经可以把答案说出来了。嗯、啊，简单的，再看一下哈。所以我要回答的是什么？如何得到？OK，如何得到？然后呢，再怎么样把香雪和凤娇她洗。 喜欢的东西给写出来，当然这个部分一定要分开。先写谁？题目问凤娇，就先写凤娇咯。OK，先写凤娇喜欢什么？那么喜欢这些东西，反映出他内心的追求是什么？OK，好。之后香雪，香雪追求什么呢？哦，她喜欢什么呢？又反映出她内心的追求是什么？哎、okay,，以记得？ 清清楚楚地写出来，千万不要全部呢混在一起谈，好吗？好，那么再看下一题。《哦香雪》主要写小村庄村民们在文明的冲击之下，生活和思想上的变化。还、哎、是说明之。哎，有哪一位同学要试试作答的？有谁还没有答过呢？来举手，哪一位？好,好，来可以。好，来试试看。 在火车还没进来之前，塔尔哥的人历来是吃过晚饭后就睡觉。那里的人们质朴纯洁，一天只吃两顿饭，生活贫穷落后，封闭保守。是，还这个部分哈，我们需要讲到变化，你就必须要先把他之前的那一个状况是怎么样的写出来。 那你才能够做比较嘛？之前怎么样，然后之后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之前的还是需要先把它提出来，怎么样呢？哦，然、哦、后那个时候人们是怎么样的？哎啊，吃饱饭就睡觉。所以说比较。哎、是,的是的，是的、嗯。然后呢，那个地方是贫穷落后的。好，火车开进来之后，题目问生活和思想上的变化，同学注意了，分开来说，先说生活上的变化，再说思想上的变化，一样。 不要混为一谈，好吗？嘿、hey,，我来请一位同学来跟我们讲一下。火车开进来之后，台儿沟，诶，这个不，诶，这个小村庄在呃，村民们的生活上到底有些什么变化呢？来，哪一位？好，来，老师，台儿沟的姑娘们在每一天晚饭过后，就会梳妆打扮，然后跑去迎接火车的到来。她、嗯、们对火车里、山外的东西都充满了好奇。 比如金圈圈、手表等东西，都带给了他们热烈的话题和美好的遐想。他们打听山外的事，包括城里的人一天吃几顿饭，北京大学要不要台儿沟的人等等。嗯、后来他们开始在火车上和乘客做买卖，换自己所喜欢的东西。凤娇也因此认识了火车乘务员，北京话对他产生了情愫。OK，好，所以这个呃，生活上的变化。 我回答到这里还不够哦，记得还有一个思想上的变化必须要写。那么思想上有些什么变化呢？所、okay, 以我们看到香雪怎么样？他希望台儿沟变富足，对不对？诶、哎，诶、哎，富足进步，然后呢，他希望这个台儿沟的姑娘们就不再央求别人，不再被人看不起。<对>那城里的小伙子都会求上门来，火车在这里停久一点，对吧？从这里我看到什么呢？他诶、哎，向往文明进步，迫切要求摆脱。 贫穷落后的心理，之前是没有的。哎，好，再来，香雪希完。哎，希望自己能够上大学，坐火车到处跑，他想要以这个知识的力量呢，来改变现状，摆脱贫穷。再来，自动铅笔盒。 江姐不就说吗？自动铅笔盒是一个宝盒。嗯。为什么是宝盒？因为她有这个铅笔盒，她有那个信心。对。对不对？所以能够让告他告诉他妈妈，这个铅笔盒能够让他顺心如意，上大学，坐火车到处跑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对，就有希望。是。诶，所以这个铅笔盒就是一个信心的来源。诶，他有了信心和力量，影响美好的未来。好，再来，我们看到什么变化？凤娇。 凤娇喜欢这个北京话，对他产生情愫，哎，渴望拥有真诚的那个这个情爱情啊。这是火车还没有进来之前没有的事，所以这一些都是变化。好，下来我们看分析火车和铅笔盒在《偶像雪中》的象征意义。嗯，问象征意义不难，是不是？啊，有哪位同学来说一下？老师，我来试一试。好 j 好。Jen, 好 老师，我可以在写第一段的时候把火车与铅笔盒的象征意义写出来，之后再分段举例说明火车及铅笔盒的象征意义吗？嗯，是可以的，对哈。问得很好 j a 哎，我在问他，题目是火车和铅笔盒象征意义，一定要分开来讲哈，不要混在一起。不过阿娟的问题是说，我先讲这两个的象征意义，之后我再分，哎、欸，再分开来讲，嗯、可以吗？嗯，是可以的。阿娟，你先讲。 先呃说一说你的这个答案，我听一听。好，再见。好，第一段，一说中的火车象征现代化，代表进步文明；铅笔盒象征现代文明文化和知识，美好的明天。嗯第二段我会写台儿沟的姑娘们向往现代文明，她们每天晚饭后就隆重的梳妆打扮，去迎接火车的到来。 因为火车带来了山外的世界的文明进步与美好，好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和对现代文明的向往。他们与乘客做买卖，换自己喜爱的东西，比如发卡、纱巾、手表、人造革书包、磁铁、塑料泡沫、铅笔盒等等。<好>他们对外界的东西充满好奇，各种山外城里的东西都会引起他们的热烈讨论和遐想。Mm hmm. 他们会追问乘务员各种问题，比如城里的人吃几餐饭等等。<是>第三段我会写，江雪想上大学，坐火车到处跑，走出大山，认识山外的世界，让我们看到了他想要摆脱贫穷。台儿沟因为火车的到来，村民们获得更多的文明资讯，台儿沟变得热闹了起来，开始摆脱了封闭落后。火车带来了山外世界的文明与进步。是这两个部分呢，就是说到这个。 火车啊，对香雪和对台儿沟的影响了。OK，好，那还有一个部分对吧 j a n 还有第四段，第四段我会写铅、嗯、笔盒象征现代文明文化和知识美好的明天。对，香雪因为同学们的嘲讽，开始意识到落后贫穷其实并不光彩。嗯<哼>他渴望有与同学们一样的自动铅笔盒，显示出他想维护尊严，改变贫穷的命运。 香雪决定骗她的母亲说那是宝盒，用上它就能顺心如意。上大学，坐上火车到处跑，要什么有什么，我不会再被人看轻。这样子可以吗，老师？哎，欸、是的，很好哈。卷今天讲的很好，很,好很、喔啊、对，就是刚才卷的，哎，他说提到的，就是他先在第一段把这两个的象征意义先写出来。哎，之后哎、欸、我他就先写火车，再来写铅笔盒，是可以的。嗯 嗯，孩子哈，记得哈，总之你一定要清清楚楚的把它分开来说，对对，对好不好？好，来我们看这一题。好，来《藕、哦、香雪》里的姑娘具有多种美德，是以香雪为例说明之。哦《藕香雪》蕴藏着人性的善良和纯真，是以香雪为例说明之。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两题都是问人物形象，对吧？嗨，那么。 这两题居然都是问人物形象，而且是问同一个人，相选答案可以是一样吗？我觉得是可以。可以哦，哦同学们怎么看？有谁回答？哎，<能>我的学生怎么看？不能的，老师不能，为什么不能？不能哦，来我讲清楚来。纯真只是其中的一项美德。 哎，是善良纯真只是其中一项美德。嗯、你的意思就是说，香雪的美德有很多种，是吧？有很多项，是吗？哎，是的哈。是、哦、所以同学们，嗯，注意了哈、嗯哦。问善良纯真，好，还记得吗？我们善良纯真不是刚才我的同学有列出五个例子，对不对？诶、欸，包括什么呢？他相，他总是相信别人，对吧？OK，好，凤娇被人家逗弄他，他怎么样感到愧疚？ OK，那很想吃糖这个，呃，芝麻糖，可是不忍心骗娘。再来，他被来嘲讽呢，嘿，以他没有顶嘴，默默承受，替好朋友呢感到委屈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些都是善良纯真。这个是善良纯真，不咯？那这一题的话呢，你回答这一边就可以没有问题。可是呢，问美德的时候不行哦。嘿，他还有其他美德什么呢？有志气，求上进，给自尊自爱。 正直有骨气，不是吗？还有什么呢？坚毅勇敢。所以孩子注意喽，记得要审题喽。好，下来我们看这一题。好，香雪获取自动铅笔盒的原因和经过。OK，这一些，诶，哪一些形，啊？这个情节表现了他的形象。这一题我们讲形象和情节一定要结合在一起谈哦。所以一个形象，一个情节。 好吧，这个情节炫耀铅笔盒讽刺他，他为什么要呃拿这个铅笔盒？表示什么？什么形象？自尊自爱，胆小的他，诶跳上火车换铅笔盒，勇敢追求他的理想，坚持给人家的呃这个鸡蛋，诶，可是怎么样呢？我们看到什么呢？他正直有骨气，不白拿人家的东西，独自离家三十里外，所以这个是坚毅勇敢的部分。 所以同学们记住了吗？这个是作答技巧哦。好，最后来同学牢记中心思想，掌握情节，熟知人物形象，记得记得一定要举例说明。好，记得了。好，那老师的分享就到这里，祝大家阅读愉快，考试。 漂亮，挂冠。哇，谢谢老师，今天就很荣幸可以跟老师学习，可以跟我们的六位学生，谢谢大家。那啊，观众朋友们，希望大家今天也是学了很多东西，就希望大家所谓的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只要你肯努力，你所要的你一定达到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